家人们下午好。下午我们要跟家人们来分享一个翡翠啊、哦，翡翠高冰清水的一款这个金枝玉叶啊、哦，或者是四叶有成啊、哦，我们采用是18K 啊、哦。18K 名家珠宝设计工作室哈、哦，帮我们设计制作的一个锁骨链啊、哦，锁骨链。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黑金哦，这个是18K 去电镀啊、哦，镀黑金啊、哦。是电镀的这个黑金的这个颜色啊。这一款锁骨链上身的这个效果非常美哈，非常美。然后这个叶子也是高冰起一点点荧光啊，起光的一种这个。非常好看的一个这个种水非常好的一个翡翠的一个金枝玉叶啊，金枝玉叶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厚度都是很厚的哈，金如高多啦哈，金如高多，不是一款薄薄啊哈，不是那种薄薄的那个叶子哈。然后这个我们这个。18K 也都是重金啦齁，重金去镶嵌的啦齁，金仔咯，这金仔我啦用金高的啦齁，不是一款薄薄的东西啦齁，所以这个这一件东西整体来说，它的这个佩戴感还有投资收藏齁，都非常能够体现它的价值感啦，能够体现它的价值感的一件，翡翠的一个吊坠的一个精品哈。实物非常好看哈，这个视频好像还没有办法拍出那种效果，拍出实物的那种质感呢哈。名家工作室设计的作品就是不一样啊、哦，人家根据这个整个叶子的造型哈、哦，去给它上面再做了一个叶子镶钻啊、哦，你看人家这个做工都是真的很细心哈、哦，很细心，然后搭配整体的造型了、啊、哈、哦，所以说一分钱啊、一分货了啊、哦。有喜欢珠宝翡翠的家人们哦，我在这里都诚恳来告诉家人们哦，买东西一定不要去贪图这个便宜哦，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哈、哦，如果我们太去贪图便宜的话，有时候都是会这个上当吃亏哈、哦。这么漂亮的这个种水的这个叶子 18K 金的这个锁骨链啊、哦，我们是给到家人也是相当优惠的价格了啊、哦。那有喜欢的家人们哦，就直接在我们长生阁的卖场上去下标啊、哦，去下标。好的，那就感谢家人们宝贵的时光啊、哦，来看我们这个视频，来听我这个讲解啊、哦。顺便在最后再说一下哦，这个视频也是在自然光下哦，窗户边自然光拍摄的了啊、哦。